他们倒是一个啊，刚才本来打了一场九连胜的局啊，然后没想到、连接的数据线掉了，然后录了一半没录好，啊，我们再打一把，我九连胜了，厉害不厉害？我操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！一下子来了个 S 的，两个 S 的。给你来个九连胜，他就不给你好东西了。我可能这把要被攻死。先电他，杀他！要不要这样子啊？哎，你在那，你在那。哎，这差的。哎，我跑得比他还快。我操！我操！笑死我了！我怎么还被打了？来来，再给你打！有本事你打死我！开玩笑！打不死我就是他的。来拉起来！哼，嚣张！厉害不厉害？哎呦呵，被我库鱼砸死了，我感觉有点烂贵呀！啊，我都后悔了，我为什么要用库鱼砸死你呢？这家伙要离他远一点，然后再电他。这什么玩意儿？痛苦吧！有，就你有，开玩笑！哦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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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被踩死了，我操！这么点血，不至于把我打败吧？我操，这还搞不死你？开玩笑，一个大招秒掉。十连胜，帅不帅？看我的胜率百分百，百分百达到这个上等啊，还是不错的，对吧？来，再给大家展示一场，感觉很有信心。到了上等，感觉就不行了。到了上等的话，你说要不要带个 S？先这样打，再这样打，只要被打败了，我就换个阵容。感觉这有点难，两个波魂水魔加一个紫水。这要怎么打他呢？先跑吧！哎哎。Cut him.
呜呼，电的。我妈蛋，我靠，我操，哎呀，扔了两个阔鱼，我操，扔了两个召唤，哎，解决到一个 S 的，你说有点亏，没办法，不丢阔鱼打不死。我电他，我戳他，我在不对，他。我好，我好，完了。啊，没有召唤了，打一个死水只能拼实力了。打不到我，哎呦我操，这什么鬼技能？哦吼！喵的，直接三大招，这么狠！嗯，看能不能秒掉他，大家都是这个。哦。这嚣张，别给我烂！嘿，开玩笑。哇，我是不是太厉害了？11连胜。哇，直接上到上二了，漂亮的战绩，11场啊，胜利100%，我们就打到这里，先打到这里吧，可能下一场就不好打，要保持我这一场战绩的优美啊，11连胜，漂亮。